能劈柴吗？这小肥夫沉香劈山同款，盘点媳妇买的稀奇古怪小玩意。月月，我跟你闺女玩具箱里面发现一个小玩意儿，这干啥用了？这小飞剑可是我去皮用了。就它吗？长得耐力耐气的。来，我剪给你看。效果好吧？别慌了，麻烦你把那个风雷给我去去皮吧。你有病！咱闺女玩具箱里面这个奶萌奶萌的玩意儿是干啥的？这是小飞烧，大禹治水同款。大禹治水用它干啥？舀水啊。用它舀水吗？来，给你，过来，快点。麻烦你把咱闺女的洗澡水给我舀到这个盆里面，我洗脚。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，咱今天又不去治水啊。你闺女玩具箱里面这个奶熊奶熊的玩意儿是干啥的？劈柴用的。它能劈柴吗？这是小肥夫沉香劈山同款。给你，我这正好有个木头，麻烦你帮我劈一下吧。使劲，对，使劲，咱快点劈哈，一会儿咱还要去劈山嘞。我想不明白，你买一把这么小的刀，你留着干啥？你从哪拿的？从咱闺女的玩具箱呀。切水果用的。切水果？嗯。来，你给我切一个看看。那现在就麻烦你把这个西瓜给我切一下吧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你现在你慢慢切吧，切好了叫我，我过来吃瓜哈。小飞瑞，你买一个这么小的杯子干啥？又从咱闺女玩具箱翻了吧？这可不是一般的杯子，看清了，这小飞杯。我不管它是什么小飞杯还是大飞杯，用来喝水，你脑子是有病吗？谁给你娘这喝水用了？等着我来。看清了，这泡美瞳了。小飞瑞，咱闺女的玩具箱里面为啥有一只手？这是小飞手。专门卖给你了。它是干啥用的呢？放羊羊呀，你看它奶肥奶肥的多可爱。给，可爱，它倒是挺可爱的，但是为啥它就四个手指头呢？你猜啊。Nice。瑞，这个肉乎乎的玩意儿是干啥的？这小肥宝捏了玩的。捏了玩的？哎，手感不错呀，这挺可爱的呀，这。哎。被你浪费，都知道这是啥吧？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应该是个小棺材。这是你放我枕头底下的吧？是我放的。你脑子怕是有病吧？这是小飞棺，乾隆同款，而且寓意特别好，升官发财的意思。对了，我还特意给你定做了个大的，过两天就送到，到时候你试试。对呀，这是个洗衣机吗？对呀，没用过几次就被你闺女抢走放到玩具箱里了。没用过几次，这玩意儿是你用的吗？对呀。那么小你咋用？你来，你看。你看，洗干净了吧？哇啊啊啊啊啊啊啊！站好了，咱闺女玩具箱里面不是有把棍啊？这是小飞棍。小飞棍就是那个小飞棍难道同款啊？那它干啥用的呢？咋喝的？啥？看清楚了吧？是咋喝的吧？